地坛庙会，我们逛地坛庙会，这个是20块钱一个小面具，这个福塔是25还是30啊？我买的25。我30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凉的，它这30。不会吧？30。然后这个，小四，你这根肠多少钱？这根肠10块，地坛庙会。然后这根肠是10块钱，然后一瓶矿泉水是5块。饮料，哎，饮料多少钱？饮料10块应该是，刚才我看这个照是。然后还买了啥？然后就是鸭子肉味的羊肉串，是30一串。哎呦，来展示宝剑，那个宝剑，这个宝剑是40买的，这个地坛庙会40，艾利克斯，这是抓娃弄娃娃的，30块钱9个币，也够贵的。瞅着都是小玩偶，瞅得见吗？瞅着这是30块钱9个币，我觉得应该9个币一筐，可以淘这个，还有格娃娃。啊，这套上了啊，厉害厉害。你不要这个吗？啊，顶上厉害啊。要这个还是那个？你要什么错？警车还是这个车？第二。对。警车好。人山人海，都是套东西的，套东西或者是砸串的小游戏。6个圈了，不是10个圈。挂上去啊！好说，好说。给人9个币，咱试试。淘这个，淘这个。基本都是人，表演也少，大家可以凑凑热闹来。